大雪纷飞的天气，早晨8点起来给鹅做饭，现在中午10点半，已经开始吃了。
剁的手还疼呢。给我们热热乎乎的，就是过了这个下雪天，吃的热乎点，让他们还卖，谁让你咬狗的？谁让人家咬掉进去了？一会儿再加，目前是到了四桶200多斤，一会儿再继续加给他们。看，像这边的话还没吃吗？这边的话肯定吃完了。这边站了这么，哎呀，也没吃完，站了这么多狗也没吃完。这边大雪纷飞的季节就这个样子，狗们能吃热乎的尽量吃热乎的。早晨起来又忙着铲雪，又忙着给狗做饭，现在再给那些没有的加哨，吃完的再给他们加哨加满。咱们缺其他的不能缺狗狗吃喝，啥都可以缺，就不能缺狗狗吃喝。爬也要给我们把吃喝给它爬回来，拿个棍子拿个碗上大家要饭，要给他们吃饱喝好。这就是我救助的宗旨。昨天评论区有人留言说，我想看看其他区域的狗狗吃饭。今天他们来了，这个区域在小狗区域，大娜娜、小织女，还有一些瘦的、小的，全部都在这边的区域。只要你们想看的，你们跟我说。小露西、安迪、小阿迪，差点滑倒。大家想看的都跟我说，我带大家看，看那边白雪、汤圆、沙拉、朵朵，你们说出来。你们说小徐，我想看看哪个狗，我带你们去找。大家只要说出来，我就带大家去看。咱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看，像这个区域，小赖皮、小金宝、小象本来那几天出去了，但是他自己又跑进来了。然后黄耳朵，还有黄耳朵的一个孩子，这个区域是放了两个饭草。大家想看，直接说出来就行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你们把小徐当成自己人就行，有啥想说的直接说出来，我都会去看，能看到的我都会一一去做回复。这是狗肉车道的公狗区，公狗区的话有九只狗，但是给他们倒的多，他们也吃不完，不一定能吃完。有大穗，还有小柯基，还有阿福。这边是重生带领的一帮小弟，妞妞前段时间被咬伤了，恢复了嘛。然后毛毛在那边昨天打架，打不过人家，然后我也把他放出来了。重生带领的一杏儿一家，也是带领了一帮小老弟在这边吃。还有盼盼也出来了，还有就是自己跑到服装店的那只小泰迪。七月，反正这边的是肯定吃不完，每天都吃不完，这边吃不完会剩下。待累的话也喂了饭，就是喂完饭还要给他加一次处方狗粮，就是除了吃饭，然后他还要吃一次处方狗粮。目前唯一所剩下的区域是哪个区域没吃了？小状元这个区域，小状元这个区域没吃，但是我们还有600多斤，小状元区域要吃100斤左右，然后其余的呢，就是给吃饱的、没吃饱的空盘子给他们加满。现在轮到喂我们屋子里面的狗狗了，给我们屋子里面的狗狗再喂上一些。屋子里面的狗狗晚上也是有时候偶尔会给他们加一次餐，因为能出来的要么就是被欺负的，要么就是一些老弱病残才会出到外面，所以有时候晚上会给他们加个夜宵。然后现在是喂小状元那边的，这个是小状元区域的。小状元区域反正是三个槽桶多放一些，有时候放6桶，有时候放5桶，有时候放4桶，看他们吃的剩下了，然后就是4桶。像他们的话槽里面会放很多，你看吃不下去了吧。福宝、小状元、雪山、雪溪、小安迪，还有大顺一家、丁丁一家，都在这个区域里面出境了。今天每个区域基本上都出境了。白丽，好，今天还是继续像往常一样给大家记录狗狗们开饭的日常视频。